家人们好，开饭了，介绍菜系。今天做的蒜香椒汁排骨啊，炒的紫色的土豆片啊。哎呀，这大排骨也脱骨了，烫着黑米水饭。低点儿的，你整那老高干啥呀？我怕够不着，我还怕你出我一下子呢。这排骨也太长了，整根儿的。要不要这个？来一块。我王大爷的豆腐。哎呦我去！哎呀妈，这小味儿那压出来了，老鲜亮了。嗯，来块排骨。今天排骨炖的老嫩了，嗯，老好吃了。嗯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我吃排骨时，你把臭豆腐放底下了，那小味儿。必须有多正了。嗯。哎呀，造吧，那排骨便宜呢，我在这边买金牌才22一斤，金牌才22一斤，炖脱骨了，嗯，便宜一半。嗯，你们回家试一试啊，真的，你试一试，臭豆腐吧，你吃的老香了，就闻着臭，你放水饭里边一搅和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是不是臭味的啊？特别香，哈。嗯，你说一点臭味闻不着了。嗯。你们试一试，真的不骗你们，这小臭豆腐好吃，吃排骨一会儿凉了，就是大米水吧，嗯，我来这块，这块脱骨了，嗯，都脱骨，哎呀，哎呀妈，瞅瞅这条子。家人们，你们炖排骨啊，炖不熟，或者是炖的不乱乎啊，因为啥呢？因为你们汤放少了啊，一定要说多汤。哎呀，来块，嗯，还有呢，你吃吧，我吃那块。来来来，嗯，吃那块。来吧。Mm-hmm.